Yes 933爆米花，这个星期新上映的一部引人瞩目的古装奇幻电影就是《四大名捕二》了。城郊命案发生，四大名捕前往现场缉凶，不料引出了15年前杀害无情全家之惨案。名捕们牵出各种的隐情，上演了一连串的精彩冒险打斗。个人恩怨与天下的苍生之间，名捕们该如何抉择？他们又怎料血战之后，更大的风暴紧接而来？喜欢看 X 战警和 Avengers 之类电影的朋友们肯定会喜欢这一部超炫超酷的古装奇幻电影《四大名捕二》，现已全岛现映。Yes 933爆米花 Popcorn。